Hello, everyone. Welcome to SBUS Live Show. This is Yao speaking. 大家晚安。OK， 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《秘境生存》哦。那么，好，我们上一集已经找到四个百年人参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找第五个。然后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这僵尸啊啊！我忘了讲，怎样？有客人进来玩，什么有客人？你还开哎打马铃薯哎？今天那什么战法师也有陪我们玩。因为我硬凹他来，所以他就赔了。今天对啊，我就不死心。我昨天跟他讲一次，上礼拜跟他讲一次，今天我又跟他讲一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帮我关门一下。有人说我的那个跑马灯有点小，可不可以弄大一点？我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帮你关门啊？啊？为什么要帮你关门？这个要弄大，麻烦哎、欸。等我一下。好啦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那个道具好歹也放一起嘛。哎、欸，来嘞，客人，请往这边走啊、请上。我咬到我身上来了。这样。请上我。哎，上面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样法师这个地图那个村民很重要，不可以让他那个。来，各位右转，谢谢。还右转嘞、欸？哦，他不会，我要在他到达之前杀了他啦。他们看到我真的完全不咬法师，也是我就说，来，各位客人，请往这边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晚上哎、欸，先睡觉变那个啦。哎、欸，对，法师没有床哎、欸。我去抢，我去抢。不是，有羊毛啊，这里有羊毛啊，直接坐。不要，我要用抢的啦。下面有羊毛，下面有羊毛，不是，我是下面的箱子有羊毛，下面有羊毛，够了，我前面没有羊毛，下面箱子有羊毛，不要，安啦，谁，下面就摆一张床，你还在羊毛啊？对，有床有现成的，哦，那你就拿，啊，我想起来，我上次把村民家炸掉掉的，好啦，我睡了啦，还有去睡另一张啦，快啦，我想要这一张风水比较好啊，怎样？好，算了，不要，面对外面不好。法师怎样？下面有羊毛。好啦，你赶快摆啦！快点，你们要不要睡？我要出去找第五个了。人掉，好想整理的哎。我要找第五个人生快。大哥，你有强迫症？我把那个铁都拿走，耶我的。哎、欸，快点睡觉啊！喂。这样子两个人穿装备，我当时，有怪物不给睡啦，讨厌呢。先杀了他们啊！吃了一口水凝冰。好啦，睡觉了，快睡。在哪里啊？会背的，我觉得。中间啊，你就直接躺在中间啊。好了。好也是可以啊。睡不着啊？真的？为什么？啊，有怪物啊！等一下。怎么啊？为什么我就睡得着？等一下，因为你是在怪物之前睡着的。好嘛，就走开啊！这里不欢迎你啦。好，快。快，关门！睡觉。好，快！快点！有人睡，法师睡在那个什么上面，箱子跟那个上面。卡住了！卡住了！活该啦！睡到外面去了，会不会睡啦？救我！会不会睡啦？睡到外面去！太神了！卡箱，现在都卡箱，卡到外面。哪里呀？绕一圈。哦，救我！我。哈哈哈哈哈！安南，为什么？床啊？床哎、欸？床怎样？呀？哦，在我放箱子里面了。我就要睡那里，干那不干？可是你会卡出去啊？会，我就走回来就好了。好啦，狗刚哎、欸！摇嘞！我要去拿第五个人参了啦！你们可以扑去别的岛啦！我发现一个岛只要那五个东西拿完就可以换了啦。好、啊，法师。我里面有做那64个那个，我们扑去别岛。你慢点，我很忙。屁啦，操！我要吃一两口水凝冰。好，那我要吃一块芒果。先离席一下 ，OK。芒果？什么叫芒果啊？因为它瞎啦。哦，不好笑吗？可是我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觉得蛮好笑的啊，我觉得蛮好笑的哎、欸。不是这里吗？啊，对不起啊，不要生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有了。我觉得后面我笑的比较好笑。上次有个地方我们没有去到，它在这个隐秘的道路中。等一下，我们那个不是还没去？啊？哇！好了，对不起啊，不要生气啊，瑶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什么东西没去啊？那个杀人族的那个。杀人族。啊食人族啊，干！我讲错了，也可以啊，操！不要管他、啊。法师历史可以干嘛？历史可以读啊。
不好笑。他满分的老师就给你。我不太懂历史可以读什么意思。哦，历史哦，对不起。好吧，我很烂啊，真是的。不是啊，我刚误会你。历史就看谁在下面，你就从高速这样放一块他掉下去，然后埋他。第五个人生让我想到夜市人生，不是那个人生啊。不然就打一打，可能会掉碎石、啊。哎、欸，法师，你看湖里面，湖里面有那个鱼，有大型鱼、欸，哎，白色的。我以为你要说湖里面有鱼竿呢。我去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找到，我找到第五个。喂、啊，屁！右边，右下角，右边，右下角。哎、欸，你们有要输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怎么输？我有前面在泡水啊。他掉下去了，然后就起不来了，真的。你们有要输吗？这里有好多个书柜，我把它打回家、哦。好啊，可以装饰用。哎、欸，法师，我跟你讲、哦。其实我们上次玩就是看那边，这是古力派，我们去调戏他。邻居问好。哇！你要插明星花露水吗？那个什么，那个谁，这个是长老他家，然后我们就把他以他为据点，然后占据他家。人哎、欸，有、哦、你们有啊？长老在三楼啊，可以去看他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我关起来，然后僵尸会去。看他，这个不可怜的、啊，超强生怪专士哦哦，黑羽，你说那个食人族那边哦，对啊，那很难呢、欸，啊不然有点难，啊你不然你叫法师去，因为他现在全身没装备，他可以打那个捡装备，啊对，法师你可以打那个捡装备，他会掉附魔刀，我都把那个铁的都拿到搬到身上来了，有我可以叫你哥哥吗？哎、欸、怎么办？观众我问我可不可以叫我哥哥、欸？哎、啊，你就说可以啊，不行我要回，不行叫我姐姐。啊，算了啦，都不要理我就好了。什么？那失踪剑哦？那我把失踪剑拿去打哦。失踪剑就是打僵尸打到的、啊，就是打那个打到的。那我把失踪剑拿走。好，多拿几个。OK。可以当四刀流，一个插在屁股上面。真的啊，我之前看了有一张照片，他就手上拿两把，然后嘴巴咬着一把，然后屁股上插一把。你就不会是那个花招越来越多吧？那个什么不是啊？那个什么吉，你有看过？欸、出门关门好不？吉他老婆那个，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。哇塞，法师哦 ，end 到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聊天是整排在洗我姐姐到底在干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说叫我姐姐活该、啊，自己说的活该、啊。整排，等一下、哦，没有，我觉得很好笑，我好想拍下啊。哎、欸，我可不可以截图，观众们？可以啊。我觉得很经典哎、欸，整排咬姐姐、欸、都没有别的字哦，全部咬姐姐哦。这个失踪剑有问题，为什么？怎样？为什么失踪剑加个加反而比较弱？哎、欸，我想要先把百年人参跟那个神奇拉杆拿去换重力铁针呢、欸。你们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吗？先不要吗？最后再一起换，感觉比较爽。好。哎、欸，法师，你听那个死巨人淹死的声音。这么有听不到？赶紧把我失踪剑拿走了。好了，快点了，我们快走了，法师。哎、欸，我跟你的对照主失踪剑死机去了。没有，有吗？哎、欸，等等。还有这把，你看，你看他的数值啊！哦，快点，再丢一把。你看，一个有加反而感觉应该会比较强的，可是变弱。两、欸、个都有加。哦，没有吧？我懂你的意思。一个没有啊。失踪剑加，应该是因为一样的剑，然后后面打个加，因为不能重复。不然那个加他就变弱了。他超弱的，为什么？而且数值都减一，也靠。我要当报名，丢你鸡蛋！哎呦，有鸡耶！快关门！哎、欸，我这，我决定我要帮那只鸡取名字，我要叫你小白，就跟我昨天死去的那只狗一样。我昨天养一只狼，然后他帮我打僵尸，然后我也在打，我就不小心打死他了。真的？我好难过，小白又这么离去了。那可是咬猪。好了，法师，我们快扑去另外一座岛、啊，走啊！你要扑哪一座？坐那什么山林，那个山林，然后中间有一座湖的那一座。哎、欸，带我去找那个嘛，打龟的。哦，好，我先带你去。不过先等我一下。好，我等你准备。哦，好久、哦，脱台前啊。那我先去杀一些村民。那可是咬猪。相信我，没有啦。不理我哈、啊！哎、哦、呦，他现在整个气到不想讲话了。没有，等一下哦。要等，就要等一个，要等又等。我在聊天室打字啊，等一下。你刚刚有听到我说什么吗？啊？你刚刚有听到我说什么吗？你讲什么？好，那没事。难怪。他讲什么？他讲什么？没事没事啊，闭嘴。他尊重你啊。啊？哎呦。
不要吵啦。屁啊，他会称赞人。林月、安安、阿婷，臭家伙，有我们不需要小白。不行，你这个死 gay， 我需要一只狗陪伴我。你这个死 gay， 怎样怎样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都没有石头啊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还是你们把石半砖都拿走了、啊？哦哦，在我身上。你哎、欸，我想说铺第二座岛啊，我也要铺路呢。你要吗？你去挖那座山啊，那座山感觉里面就有东西。哎、欸，你这个种东西种没种完的都可以拔，你还不种？哦，那个田地超大，食物根本不予匮乏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村民家里面就一群很多鱼啊，我都去村民家抢。啊，安南，安南的安南，你看村民家还有免费的水跟免费岩浆。你是中午节目吃完的、啊，你们就不用吃完就。哎呀，吃完我们就哎、欸，我靠，我捡到宝了，我捡到宝了。不行啊，我捡到宝啊！你捡到什么宝？我在村民家捡到很多铁剑、跟铁镐、跟铁斧。抢劫！全部都是铁的。哎、欸，我石半砖不够了，等一下，这样我要怎么？等一下，要我给你煮。你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在抢村民家。等一下，你可以直接 TP 我给我吗？我好懒得走回去哦。不行啊，我们不能再用那种那种方式，我们除非掉装备，否则不能再用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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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啊！干，有蜘蛛靠背。为什么不要打等于等于？你去不要先打我。你去 YouTube 打。为什么不要打等于等于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不然你可以打打看就知道为什么啦。真的啊，你去 YouTube 打，为什么不要打等于等于，应该会看到那个三不摇的影片才对。哦，这里好吵哦。What the fuck？ 你在哪里啊，黑羽？我回来村民家啦、啊，我要去找你、啊。哦，我捡到好多宝，开心。捡冰块融化。柱子安安，楼楼安安，鱼儿先安啦啦安。在哪里啊，黑羽？等一下啦，不要。我要使出我的追踪剑。追踪者长弓 ，pro。哎、欸，法师，他猜哪个方向？有个低智商的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好，黑羽在这个方向，没救了。算了，都不要玩啊，都不要玩，奇怪、欸，玩这个游戏这么认真干嘛？就是要耍脑耍智障，观众才会喜欢啊。屁啦，不然、欸。观众们，你们喜欢要耍脑吗？哦，你看，我还真的找到你，我就说你在这个方向，你看。那是因为我看到你，我才走过来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，给我啦。好啦，你要什么？石半砖还是鹅卵石半砖？鹅卵石半砖。好。我怎么听到僵尸的声音？嗯。要哎、欸，法师准备好了没？我等你很久了。我先，我不讲话了，反正你懂。是、欸、哦，他加鱼了，他加人了。我在。安。好爽哦。村民家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对啊，你看他们都有人说不喜欢，好吧，对不起啊，不喜欢的。你看是不是？可是十个讲喜欢，一个不讲不喜欢。不管啦、啊，有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做。没有啊，你玩游戏玩的那么认真，你看哦，你看今天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哦，这个游戏哦，啊铺路铺这么久哦，好难玩哦，算了、啊。为什么你又要开玩笑了？啊不行啊，你就讲哎，这个铺路，然后还铺到一半掉下去啊，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啊。靠背，真的啊，我又没讲错。我没说你讲错，我在抢东西。拉拉说，不然为什么我喜欢法师的类型？法师。你可以交女朋友了。啊、怎样 ？Hi, please, may I help you？ 哦、oh ，为何没声音？我到每台都听不到。哎、欸，对他刚这个观众刚也又到我那边，而且还打了等于等于，让我非常的傻眼。然后说为什么我到哪台都没声音？啊，你没声音，你就把喇叭打开呀、啊。如果他是因为喇叭的关系，他应该不会问我们的、啊。真的假的？会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你策略不足。为什么我帮他挖个洞，他就这么开心？啊？我帮一个村民挖一个洞，他很开心啊！我不小心把他打死了，看，对不起。啊啊啊！有怪有怪。好了，我要准备去下座岛了。滚滚！对啊，类似也不要打，不要故意踩底线啊！你们真的不能换言文字吗？等一下，哦哟。你们真的不能换言文字吗？你们都不能换言文字吗？哦哟！你不用加速好不好？
我绝对没有在学人呢、啊。你不用加速再念一次好不好？哇、哦，有亚美罗，亚美罗，亚美罗。请问你要加速还是慢慢讲？我要加花了，好不好？请问一下，你要再 repeat 一次吗？不用。你再 repeat 我就揍你。请问，怎样？请问什么啊？讲啊讲啊！你需要再 repeat 一次吗？啊？请问您需要再 repeat 一次吗？你再讲一次，哎呦！请问您需要再 repeat 一次吗 ？repeat。请问您需要 repeat 一次吗？对啊，不要故意不拉，不是不是，好，怎样？不好意思。对，我说你们不是言文字啊，就是啊，对了，是言文字啊，就表情啊，你们换点表情好不好？一定要打等于等于吗？啊，法沙他被家人 gank 了。不然你们可以打这个，我想想啊。你们为什么每次在开台都还可以看我台？你怎么厉害啊？不然你们可以打这个。你这有犯法吗？图。你们可以加个快乐的表情，然后打一个图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很开心。哎，谁射我？谁射我？不是我。废话。请问那句英文是什么意思？哪一句？哪一句？哦哦。请问你要再 repeat， 就是请问你还要我再重复一次吗？啊，不是吗？我没有说不是啊。法师，他就被家人 gank 啊，等他一下、啊。是我说他的人嘞、欸，啊，我想杀他。你 TP 他，你就知道他在哪里了、啊。那我想到天危险的地方再 TP 他。啊好，无火警，没了。好了，我 TP 你。没有火把、欸，给我火把、欸，给我火把，给我火把。你这样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在我后面吗？还是怎样？看到了，哎、欸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有火把吗？缺火把，在哪里啊、自己缺火把。这个是那个倒的下一个啊，就是那个红色巨蛋的下一个。给我火把、啊，太暗了。没有，我身上一个火把都没有。真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这么给咯、啊？给咯，嘿，给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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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噔噔。不是，哎哎哎，谁谁谁？不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谁谁？哦，哎、欸，应该是故宫。你快死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可惜。我想说现场做那个。请问，那请问可以打点点点吗？尽量不要哦。因为假如说你妈妈问你说，你问你妈说你 晚餐要吃什么，她打点点点，你这样会爽吗？懂那个道理吗？我到底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刚刚一直在看聊天室，然后我一直要做工作才出来，然后就做这么久，做到还苦力爬上来。哪里？等一下。追踪者长弓，我来了！啊啊啊！糟糕了！哦吼！不对，我身上也没石头啊 ！Fuck you！ 我有我哎、欸、没有，我是说 ，Father you， 我叫你爸爸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今天要有礼貌一点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我决定了，我只提你妈，我不提你爸。你比较恨法师还是恨黑羽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好玩啊。为什么你们要这么针对他们两个？我常会看，啊、我常会看到那个针对性留言说，你可不可以把法师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你可以把那个黑羽怎么样怎么样啊？奇怪，你们就很爱看我跟他玩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然后又要叫我把他怎样？他们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把他怎样？然后意思就是那个就是有趣用的啦。哦，有趣用的，不是他有时候就会说，例如嘞，你举例一下。我想一下哦。嗯，哎呦，你挺我，给我200块。啊？啊？给我200块。为什么？为你帮我讲话。我没有帮你讲话。应该是我，应该是我帮你讲话吧？对嘛？你谁啊？好、哦，停。好啊。我听到他家人在讲话，好热闹、啊。我听到他阿公。那不是他阿公啦。他阿嬷。不然他谁啊？我刚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刚讲什么？这个岛其实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有看一开始那个箱子里面有什么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啊、你看一下。安安，哎，没有，你没拿箱子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拿一个箱子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快死了，我就先冲回来。不是快死了，我没有火把，我先冲回来了。一开始就在岛上，可是这是哎、欸，没有箱子，我看错了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村民是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摆这村民在这边啊？哪里？为什么你要用玻璃把它关着？哦，那个可以吸引僵尸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村民僵尸吸引机。
摇得台好顺哦，羡慕。哎，这个是艾丽卡，哇，好久不见，老观众，这个我记得，这个我记得。哦、这个亮亮亮亮。哎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啊？法师死了，救我！怎样？两只紫猪。我在那个深坑，我在深坑。深坑？你在深坑？我在深坑的上面。深坑是哪里？不见。你不是都死了吗？安安再度安安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啊？说完了。我的黑雨真的超级安安。等一下，二重打，等一下，我现在从屋顶不知道怎么下去了。我，对，我快被跳到水里好了。哇，瑶，你破那个路好漂亮啊！那个是鱼竿式铺路法。啊，可是你啊，鱼竿都可以当歌手，又可以当设计师。没有听过深坑吗？深坑有啊，我还听过虎坑。东京坑哎、啊！真的啊，我听过深坑啊。我这东西，我东西喷在那里了，可是不在哪。靠！怎样？为什么要喷东西？你要靠？哎呀！因为他身上有我们家所有的铁锭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哦，我也有。而且我说的是铁制品。哦哦，没有，我没拿，我放回去了啦。哦，那你有什么？时钟戒。那还好、啊，还有那个一些大哥，你有这么拼吗？我是得到你了吗？还有食物。哎、欸、靠，太多了吧，大哥。哎、欸，深坑在哪里啊？深坑你是怎么去的、啊？我只是乱走乱晃，就不会走到深坑了。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下去。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深坑，有很多。不是到了，不是在台北吗？矿好啦，应该是他们的矿坑吧。黑鱼，你要翻墙、啊？哦，我当然知道你在这。啊，糟糕了 ，Shota。怎样？你说那个深坑，我大概知道在哪里。靠靠靠！我到了，我找到了。我找全部都怪物啊！我东西回来了。安安哦，今天延迟好快耶、yeah 啊！延迟好快，应该说延迟时间很久嘛。延迟好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哎、欸、，Yeah， you know。阿可是你？还通脑？阿可。好啦，你要干嘛啦？你又不理我。有啊，我理你啊。法师说他翻唱预感呢、欸，真假的？欢迎大头。真假的？哇！哇！观众们，掌声鼓励，欢迎法师唱预感。废弃石矿坑。我有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刚以为你要说废弃石矿。那我刚也以为你要讲这样。因为你们都不理我。没有，我有理你啊。啊啊！因为你们有啊，有理啊。法师，你有听过星期天？你有听过鱼跟他当兵的笑话吗？这是他跟我们讲的嘞。真的？我们都是当事人。他跑来跟我们说星期天要当兵啊，对啊，他是跑来跟我们讲、啊。你知道那件事情吗？就是我误会的那件事情。废话，谁不知道啊？你那个太经典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啊、我怎么要把你的蠢事可以提出来呢？因为我觉得很好笑。欸、一般人讲到自己丢脸的事，不是都应该那个吗？比较那个吗？可是为什么我看你很开心？因为我觉得 他根本认为不丢脸，因为我觉得好笑。靠！我还有更丢脸的事没讲出来嘞。怎样？你说、啊。不行，这个我不能讲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法师，再一次，没听到。啊！又死了，还要再一次？再死一次啊！再一次。啊！萝卜掉进水里。哎、欸，门口好多小江，好多药堂的小孩哦。对啊。嗨嗨嗨 ，Nola。嗨。怎样？门口全是那个药堂的小孩。哎呦！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他是僵尸啊，药堂的小孩，他可能是药人吧？可是油猪，干嘛啦？好啊，种田，我们三个要一起去那一座岛，不然的话很麻烦。哪一座岛啊？就是你新的那一座，因为真的找不到，要挖，而且太多怪物了。一定要，可是油猪，哎、欸，啊，不然我们三个先去那个、啊，那个。那个什么，这一座岛那个很多怪的地方，那个先最那个最后再去啦，等装备强一点，我们现在才铁装哎，耶，再强一点还不是只剩一等而已，钻装啊、欸，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破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fuck you 妈的！为什么 ？fuck you 妈的！你看到那么多药堂的小孩，你不会先杀掉吗？太错了，我就没东西啊。来，先跟他们配套。阿宝，你来来来来，一人一个糖，一人一个糖，排队哦，排队。啊，小朋友。啊！你不要打我，你这个智障。我没打你，不是我是僵尸。哦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们就走路的时候完全是看着房子，是村民会吸引僵尸吗？还是怎样？是吧？哎，为什么这个石矿坑下面的那个深怪中的僵尸的脸怎么那么臭啊？哎、欸，你不在里面啊？
十五有啊，我算，不是我们以为你在家里。谁？我和法，我和瑶。谁啊？谁说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是家里不是有面包吗？为什么都不见了？吃完啦、啊。我拿了十五个。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不是记得那时候那个吗？好几组吗？对啊，可是好像真的哦，有啦，我又找到一组了，不要乱放啦，讨厌。怎样？我就跟你说吧，这不种田哦，这饿肚子就知道哭了。有啊，有在种啊，我现在有，我刚去种那个萝卜。把你，把我怎样？我要我就有那个走进来，哦，有黑雨关门呐、啊。我有关啊，是村民开的。怎么可能？哪里有村民？一楼哪里有村民？你指给我看。没有，他刚刚下来跑上去了。我说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等一下哦。